都相当好。但你们在大台北呢，人家说呢，这个往南走哦，一地带，真的受到很多好朋友大家的这个肯定。喂，你们一字腿，你都不怕那个当今天气太冷受伤啊？然后陪伴我们在场的这个好朋友大家的用餐时间，我的手都会抖，抖到不会抖，我都好像拿一支那个冰淇淋在手上，你知道吗？都不会热，不会暖，你知道吗？好冷，真的好冷。所以呢，各行各业哈，赚钱的这个领域呢，人家说各不同，所以呢要惜福哈，懂不懂？要惜福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要惜福，然后拜拜，然后呢请求神明保佑，让我们都能平安顺利这样子哈。来吧。在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重建三周年哈，人家说呢，在我们的节目内容呢，也要差不多要准备做一个圆满。那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压轴妹，这个压轴妹呢，如果我们的好朋友看到她的脸，就知道她是谁。因为呢，在平常呢，啊也是一样哈，在我们戏剧业呢，戏剧界里面呢，也是受到很多好朋友大家喜欢她，然后呢，都担任起那个女主角。然后呢，她的号称呢，就是呢。人家说呢，香港有个钟楚红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？钟楚红你知道吗？知道对不对？很红啊，那个香港的那个电影的那个红星钟楚红，只是现在比较少演电影。他是我们台湾的小钟楚红，信不信？相不相信啊？你不要一直吃槟榔嘛，槟榔交出来。啊，不是槟榔交出来啦，不要再摸了，等一下裤子拉掉了。来，邀请我们的小钟楚红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爱的卡布声》。谢谢。来，我们的前辈。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爱的卡布声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像钟楚红？像不像？这也是我们名演员哈。无啥会歌，无就唔得啦，你讲啥咧嗦？可是你看这个卑鄙的人，你看他可以裙子穿到这里来耶，你看多有心机，对不对？如果里面没有穿黑色的裤子嘞，这样子还能看吗？不，你刚刚不是缩水吗？不是，我穿裙子还会被吹啊？裙子是缩水吗？喂，裙子还有被吹的，原来不是裙子啊？对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背心啊，对啊，背心啊，真的太人家就乖啊，我吼。
因为我前几天啊吼，洗身躯的时阵无穿衫，我小可感冒，你知道？哎、欸，阿姊，借问下，洗身躯敢爱穿衫？啊，就是因为无穿衫，所以感冒啊。所以今仔天爱穿衫，等于人讲新店风嘛。对，吼、哦，新竹真的超冷，真的比较大。对啊，嗯、真的好冷哦，很冷哦。皮皮虫，你好辛苦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台下的朋友大家这么热情哦，是。人家说你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的这哈、哦，人家说要把你的哈、哦，人家说呢。热情拿出来哦，所以今天呢、哦，我感觉不到热情啊、嗯，因为哈、哦，我刚形容说你像那个钟楚红有没有？嗯，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左脸，啊，左脸有没有？左脸，嗯，不行哦，看一下右脸，啊，看一下凹刀口，啊，喂，凹刀口，那个是后面哈，凹刀口，有没有像钟楚红？有没有妹妹？有没有像？他不知道啦，他年纪比较小，他不知道钟楚红。哎、欸，人家在讲话，你打哈欠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事情哦。罚三杯，自己去，自己去。来啦，人家说呢，我们的陈慧哈，在我们演艺圈里面呢，也是受到很多好朋友的肯定。就陈毅也陈毅，啊，陈毅啦哈，对对对，陈毅啦哈，拍谁啦？对，他的这个啊、在我们这个啊。影视圈当中呢，也是受到很多好朋友大家的这个肯定哈。没啦，所以吼，我有人要看演高中，他你看一看西装啊，你吼。对，刚才吼，只会说你这样子好像土公主，我真的有这种感觉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表现一下给我们的好朋友欣赏吗？好，你们相机准备好哦，土公主哦，要拍哦，可以拍哦。好来，很漂亮的哦，很可爱，有没有好像？紫薇说：“我这身毛跟土拨鼠的颜色也很像，然后他的头发又刚好这样子蓬松蓬松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刚好就这样子符合到他的眼睛大大的，然后这样子把嘴揪起来的那种感觉，就这样圆滚滚的，真的很像土拨鼠。我还真的演过老鼠哎，你有拍到吗？我拍到伊的土拨鼠哦。”有啊，无不要紧，我演过一届，过一届哦，我够水好无？我你去一只土拨鼠做纪念，讲你来送玻璃的迄个福德宫吼，看到一只土拨鼠，拜托你讲，要唱歌，土拨鼠啊，你好，嘿，我做演员吼，无啥物好处啦，就是足好配合的，来，只土拨鼠，只只摇钱树哦吼，来，去呗，有没有很像？超有喜感的、哦、千万不要宣传出去，我还要嫁人呐、啊！哈、啊，虽然讲我拢 NTOK 兄弟到小来讲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本人袂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唔通把这张相片传出去，啊，无要安怎做人？本人袂吼，定定偷啦，袂定定偷啦，无啦，我都算假，我嘛无可能偷听啊，假假偷到大鸡瓜，哈哈哈哈哈，拢在拍人家，是啊，其实呢，演戏哈就是这样子，剧本拿到什么哈，就演了，就扮演什么，是就是专业的演员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演员拿到剧本呢，你还要这个啊选脚本的话，选角色的话，我们还没到那个康章呢，无啦，安尼机会了，下一位啊，对不对？对啦，所以呢，台湾演什么像什么？你想，你知影无？其实土坑也无介好痛呢。你想讲土坑也足好痛的吗？无啦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拢定定演土坑的？就是迄是因为钱较济。喂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真的啊，过来吼、哦。你看像这种天这么寒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有迄皮拢足薄的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都爱跟男主角夹伫个棉被内底，一起躺在。啊，又不能来真的，有些时候要意境带过，对无？所以是不是棉被爱扛起，啊，底下一直。拜托，戆到要死，你看一直扛入来，一直扛入来，安尼敢有好赚？这样也不好赚、啊。对啊，啊，过来，热天的时阵，你也老天气热，哇，老寒，你嘛臭毛毛，我嘛臭毛毛，对啊，汗臭味，安尼吼。是，敢有好赚？无好赚，迄若真正毋是看到钱较济，我嘛无爱 NTOK 呀，还穷到要死。可是看你的面有神嘞。我食吐啦，一年吐一届啦，偶尔吐啦，哎，偶尔吐。我发现你跟紫薇两个人那个型就很像，其实好像不用演就没有啦。可是他都演我妈，是吗？不在了吗？所以都坏掉。哎、欸，我的车子坏掉吗？车子坏呀、啊，还在吗？来啦，那呢，在我们今天呢，欸、我们的重建三周年哈。人家说呢，有我们的理事长的这个安排之下，然后呢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到现场服务，对，然后呢，也跟我们在场我们新竹啊地区的这个好朋友大家来接。所以呢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，阿公吼，我也爱讲，阿南瓜虽然不是实力派的，可是呢，拿出我们的诚意嘛，对不对？有我这种诚意，真正有诚意啊！所以来，
来，第二层，一个个开出来，那个求一求，够求一求，然后呢，在我们今天晚间的这个节目，我们再一起做一个圆满，好不好？来，什么歌？来，那个，Let's go go go到顶点。哎呦，这会行哦，这会行吗？这会行，这会回家了，这会回家，再，好啦，来 ，Let's go go 到顶点啊！你是想到我回头皮醉啊？我皮醉了。 的庆典也在呢，我们节目的尾声当中 ，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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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歌曲当下，人家说呢圆满要告一段落，在这里呢再次谢谢我们福德宫的团队，谢谢我们的孙理事长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明年有缘再见，谢谢我们的玉女制作团队，下台鞠躬，美丽。